基福伦3490地区啊，来到宜兰来参加今天由我们宜兰福伦社所主办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全球奖助金的服务计划。刚才在我们的县长以及我们的主办社社长的一个说明里面，我们了解到，医疗的确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尤其是在台湾面临老年化社会的同时，如何让我们的预防医疗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来了解它，如何让我们民众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想福伦社我们已经开始在了解这一块的一个重要。福伦基金的一个捐献主要也是期盼透过福伦社有的一个基金的捐献，让我们的服务计划能够真正落实在我们的社区。这一次我们透过宜兰福伦社我们宜福伦社长对于我们宜兰地区的医疗这样的一个用心，拿他期盼透过福伦基金会全球奖助金的一个捐赠制度，来让我们宜兰地区的民众能够来让我们医疗预防医疗能够真正的落实。当然我们选择了所谓的认知症，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个失智症这样的一个预防医疗，也期盼这样的一个医疗制度能够让我们及早发现，让我们了解到失智症的一个可怕，让我们更加的重视老龄化社会我们必须了解到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当然福伦基金的确长期以来帮助到我们许多的社会，所以这一次透过了宜兰福伦社结合了在场